再来看到想要抢便宜合一住宅的民众动作要快了，因为板桥的福州合一住宅登记今天截止8月9号要公开抽签，中签率呢目前出估大约是 16%， 因为这边价格大约是市价6到7折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抽到现赚200万元。顶着高温，起个大早都要赶来现场。这些人潮都是为了抢登记板桥福州的合一住宅。会大不大？目前碰碰运气吧，好像够20000多个人登记，抽了4000多个。那所以假装抽到的话，你是要自住吗？还是投资用？自己住啊。现场的专案经理透露，截至前一天的登记人数已经达到24694人，最后一天可能会再吸引500人登记，中签率大约只有16%。我们最幸运的第一号就是在8月20号左右是要来选位签约，那其实在这之前的话，我们的来宾陆陆续续都会接获一些书面的通知，所以说我们就是依着通知书上面指定的时间前往办理签约的手续。截止登记之后，业者将在8月9号进行抽签。由于户数只有4008户，所以在8月20号时，只要抽到4009号之前的，都会收到双挂号的通知签约书。除非有人弃权，才会进行候补。预计在10月23号才会让候补中签的人开始候补选屋。16的机会啊，可是我们希望我们有那个幸运可以抽得到。由于合一住宅每坪大约19万，相当于市价的6到7折，因此有人说抽签抽中的人等于赚了200万。至于没抢到的民众也不用气馁，可以考虑今年10月即将开放登记位于林口的合一住宅，价格更低，每坪16万，预计也将掀起一波抢购热潮。中央新闻黄建伟综合报道。